各位 IMN 嘅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 Daniel， 我是负责灵智销售部的总经理。咁喺度咧，好高兴同大家介绍我哋灵智啱啱为大家引入的2011年款嘅 RX 270 SUV。首先我同大家介绍下车外形嘅设计咧。咁佢系沿用我哋 RX 系列，根据呢个灵智简约嘅设计为中心。咁大家睇到呢个特别嘅就系呢个车头灯啦。咁佢系一个箭头型嘅设计咧，又一路系跟住个箭身啦，一路系带到去车尾。咁另外咧，车头大家见到咧系用上咗适量嘅电镀衬饰啦，包括呢个鬼面罩啦，我哋灵智嘅logo 啦，咁令到架车望去咧系更加豪华，有贵气嘅。咁跟住我哋睇睇呢个车身嘅设计啦，嗱，我哋又系加咗呢个有动感型嘅顶架啦，咁同埋咧一个五幅式运动型嘅合金拎。电镀的门边指挥灯啦，咁令到架车咧系更加有动感、年轻化。咁另外有兩樣嘢咧，有係呢一架車嘅特點咧，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咧，就係前面頭玻璃嘅投射熒幕。咁呢個投射熒幕咧，不單止係能夠提供到而家行車嘅里數啦，就仲有包括咧，就係你聽緊電台嗰個頻道啦，同埋如果你係有用上呢一部有導航系統嘅設備嗰陣時咧，佢係可以提早話俾你聽。應該跟住係應該轉左、轉右，因為係直行。第二個設備要介紹咧，就係呢一個喺中控台，我哋叫遙控感觸式嘅控制器，英文叫 remote touch 咧，係同你喺屋企玩電腦嘅一樣。咁但係咧，佢比屋企嘅電腦係更加準確咧。只要你隻手擺喺嗰個呢個 remote touch 上面咧，輕輕喐喐咧，佢就已經會帶你去好準確去到第二個嘅圖像。咁喺你揸緊車嗰時咧，第一方便，亦都安全。咁仲有咧，要同大家介紹一個呢個非常之大嘅尾箱。如果你有小朋友嘅，連小朋友嘅單車都可以擺上去。仲有呢個一按式嘅撳掣咧，係好輕巧咁樣就個門就可以閂埋啦。最後咧，同大家介紹呢架車嘅心臟啦。咁佢就係用上一部2.7公升DVVI 嘅引擎，匹數188匹。咁但係咧，佢係個尾壓咧係用上比同系列3.5公升更大嘅尾壓，所以喺起步、加速、上斜咧都非常之有力。